两个都是比较灵的这种后卫啊，直接一个三分，漂亮，韩旭，敲，这边再给到约翰内斯，韩旭，哎，直接骗过，但是可惜这个没有打成二加一，刚才自己也比较懊恼啊。以为会有一个手递手的传导，但是这边韩旭直接往里切，罚球二中一，比分呢又来到了九分，给到娜塔莎霍华德，这边是给到韩旭，蓝底直接得分，罚球没能命中，直接给到韩旭，上篮得手，